接下来看的是不用修片的双胞胎姐妹左左右右，她们又受邀前往美国参加知名脱口秀《艾伦秀》的录影，已经是第三度登场了，她们完全都不紧张。What are you gonna perform for us? Shake it off. Shake it off. Okay.又这一次呢，依旧是戴上了他们的招牌安全帽，在艾伦秀上头表演泰勒斯的歌曲。或许是第三次登台，没有那么紧张了。而两个人的舞步和默契，看起来也比上一次的更加熟练。最后还以劈腿结束表演，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。